我不知道，房东不租了啊。那个看一下桌面有什么。这个是海红泥螺还是海基米？我不知道。然后 ，OK。还要礼拜六了。黄鱼、温西亚、黑斑。啊，所以那应该是红泥螺。那个应该是红泥螺。海基姆在这里。然后鲈鱼、码头。啊，这个怎么卖？蛙鱼，昂够吧？啊，这个嘞？旁边好像有花缸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看了看了。什么十班呐、啊？青班吧。三个小朋友了。啊。青班，普通十班。是啊、哦。没有改良过的十班。是啊、哦。这好吃吗？十班就，你有吃过十班吗？有啊，我吃过龙胆十班。龙胆哦，龙骨龙胆。所以这个跟那个不一样，这个是最原始还没改良过的，所以不是很好吃就对了。没有不好吃啊，龙胆、石斑都一样，怎么会不好吃？好吃呢，这一个月嘉义到九月底之前都有啊。应该是最后一天，应该是我看一下，明天九月二号、二九、十六、二三，看是摆到三十号。最后一天应该是三十号吧，九月三十号，嘉义。好了、哦、来。九月三十号以后礼拜四，多换另外一个地点。高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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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二个三八，千五多。可以给我冰块吗？冰块啊，冰块。冰块，买几也不要看了。黄鱼不贵，五八好不好？好。哎呀呀！几位的？几位的？几位的？五位的？五位的？老板，你有水好洗手吗？水啊，后面都有。阿伯，阿伯，水拢入边哦。余桂芳长，魏县长，你二月份啊？二月份。青龙眼这招。好。你拿百超来了没有？百超啊？没有一百的啦。这个怎么卖？没有一百的啊。子月还不知道换哪里哦，子月还没找到点。礼拜四十月以后还不知道哪里。有干贝整箱的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今天没有干贝整箱的。啊？干贝啊？干贝缺货了。我就跟你们讲，要买要赶快买。他随时都会缺货哈。罗文章。28。这什么嘛？一只200。哎，你不要紧张啊！今天没有宝石鲈。宝石鲈应该也缺货了。还要追嘞？一位200。你多干嘛滚？
阿伯哥阿婆，拢我哩啊，三百哩，拢我哩三百。没关系啊，不是虾仁啊，虾仁，我这边虾仁，对。如果你拿一条，一条呀。大只的，大只的要不要？要啊。要啊。八只。哎，虾仁，虾仁，三百块。来多，来多。哎，这谁的？不能买黑的，你要不要虾仁啊？我不要虾仁。不要虾仁。花枝好了。花枝买两千好不好？跟我说买两千好不好了？三只五百，两千几只？三只五百，两千几只？三只加。来。两千有刚刚多少？有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来来，再分几刀红的，分几啊？哎呀，这卖五百的，五百的，五百的，五百的多少钱？哎，五百。好。哎呀，多八百。他买那个鲈鱼。两只。好。你保持鲈鱼缺货啊？这种物件好像常常有啊。还叫我搁叫我宣传。宣传我是讲吼，介绍大家知影安尼尔，我无一定在讲啥。啊，大家知影，无我都不会安尼去介绍。人讲。我连讲我你袂可能较下口袂啊。香鱼啊。要五百块一条。这个。套皮网五百块五条，看大小。比较小一点的多一条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还有。没事了。新加坡六刀。加来两加来三加来。哎，要杀好再贡献吧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啦好啦。一张杀，加上一条没接，五只。随便啊。六只，七只，八只，九只，十只。十一家、十二家，拢我哩啊，全部拢我哩啊，吼、哦，十五家，吼、哦。你没有说什么啊？你那个眼神就是。那我要看你们给我送一下。我的仔呀！对呀，有大只的三条两百啊，这几倍几百，三倍四倍这五倍来五百的，五百好，好不？给几倍有你，给几倍有你啦，五百的，哎呀。噔噔噔。哦，三只要买五百的哦，哦，哎，五百啊，好，五百，三尾，四尾，五尾，排档有吗？啊，排档还有吗？有啊，哦，来，还够买啥？哦，一百五百三尾两百，一百五百，五尾啊，五尾，三尾对啊，过来五百，三尾两三尾，看你买七百，哦，找三百，找三百。怎么又一个？白餐来，白餐来。
鱼塘一包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哎。来喽来喽。石厂长。他老练香鱼是不？哎。你是说整个一大包哦？你说我一塘整个一大包哦？钓香鱼。哎，不能吃了，一能洗就会记啊。你整个一大包，你就去跟人家批就好了。哎呀，那边。给你交的呀，挂了。那边香鱼啊，那边。好吧。过来。啊，这个这么省啊，这个不省，这个不省，这个不省，好，这个不会嘛，哦，这个多穿衫，哦，衫，哦，这个大开哦，够好看，对，我最喜欢，这个大开17,000，那香鱼啊，香鱼，香鱼300，斤三百呀，17,000，哎，你一斤三百呀？无啦，一尾鱼一分啦，一分偌济？一两三三只四只至五只，六只七只。贵价嘞，高贵有嘞，沙发。今天有直播吗？沙发有吧？沙发有你啊。好啊，我提一个啦。来呀来，七八招你。来一双。这谁？你算着？你算着对不？对哈，好来，行。啊。啊。贵。好，上来了，沙发来。多少条？阿爸，阿爷你不？买啊。买不来。问一下你们有听到音乐吗？哎，这个老弟，过吧。不要那么多。不要那么多。你们有没有听到音乐？那你花枝买那么多干嘛？我们一起分啊。好好好。买200块就好了。好了好了。一包我不知道哎。他今天也没带尾鱼塘啊。早一点。他今天没有带尾鱼塘。啊？臭屁股，多加费点。有吗？不带尾鱼塘吗？一千，然后这个2,000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八千。拿7,800吧。苏班长，靠起来。你要这个呀？啊，你无共啊？无共好嘞。等我一下再去你。200。加油啊！一个新红枣。等我一下再去。500。没有啊。加油，会过开。赶快呀！啊，不讲，好，不讲，我不坐了，好，不坐了，我不坐了，我们一起好喝啦，哎，300找你，哎，我弟没去，为什么？谢谢，这个可以卖吗？有吧，因为晚一点到，这一份300啊，我弟会晚一点到，哎，300，他说他没去吗？啊，因为套厅对吧？哈，套厅，我办，谢谢我，谢谢。冷冻的我没有要喝咖啡，我不喜欢喝咖啡。我爱喝500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喝红茶。哎，一杯、两杯、三杯、四杯、5杯、500，3杯、500，500杯。花汤呀？花汤我煮呀。那个头呢？哦，你是食头不暖啊？食较好个啦，不要买食头啦。好不好？
我老婆那网声音小，可能那个指向没有弄好。好，好吧。哎，花餐 OK 啊，来。我最近在解决这个问题。好了，不啦？不啦？多少钱？200块多少钱？几公啊？200块啊？100件好了啦，200块，100块，200块太贵了，100块就好了。你先帮我放那。不是那个叫做什么啊？上次你有卖过？飞卷啊？飞卷。你们归魂来呀？啊？花呢？你们归魂啊？归魂得好，贵人贵人稍微四只，还五只，还六只，还多少？还两个。过来买花仓不？花仓买啊？带鱼，鱼皮好啦，鱼皮啊，哎，虾啊，虾啊，虾啊，个长条啊，鱼皮啊，一百三两百块，哦，来攞来。虾龙虾哦，鸡排，鸡排五块，鸡龙虾，太大了，要切，这个很简单，哦，简单的，你皮你都白啊，好，白啊。要剥也可以，不剥也可以。用米啊做皮，你听恁囡仔讲，这皮哦，甲皮起，这是敷面膜，在敷面膜。这个是，如果若上皮，这皮的话，拢大家拢。先不用看。要剥也可以不剥，按你的菜刀，菜刀你要切这个用炒的，用穿汤的都可以。这不要加的，不要加。哎，对，懂吗？还要切一条一条，就切一条一条。吃起来是脆脆的还是那个？你如果切小一点就是脆，啊，它如果切太厚就是会变成就是，你有没有吃过外面的花枝烧？对，就是那种就比较没有那么脆的口感。硬硬的。哎，我帮。第二路。哪来一米？这个大条，这一千六。一千六。他把它放我。你切一切，教你来，他要用。不要，我都硬硬的，我不要好了。他把它放我。对啊，我那时候硬硬的，我说。它如果你切厚一点，它吃起来就是比较软；但切薄一点，它就是比较脆。哪里硬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硬。啊，这几百块的？三百五百，你爱不啦？几千块啦？五百。五百啦？五百。这第五百你爱？好，我们就先用第五百。不要啦，那么多不会料理还这么多账。老板，我这个东西，哦，三百六。能挂。钱太多了，东西太多，你先买沙发的，过来。哎，阿姨啊，你遐。阿姐姐，谢谢啊。好，给人家吃到富哦。哎，没有嘞。哎，这是正安店来，你卖海遐。遐无起头就断去啊。啊，你一斤啊，1000尔，我起价啊。我起价嘞。我两个人聊，两个人切。沙发了，几分沙发？几分沙发？是腊八面，腊八啥？盖皮啊，不爱吃，还手丢进来。